请问师傅，就是我们知道开智慧的话，有念经可以开智慧，还有要通过戒定慧来开智慧，那这两种哪个更有益于开智慧呢？当然戒定慧啊。哦。戒定之后开智慧就比较快，因为你什么事情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的话，你会定得下来，心定得下来，智慧就出来了。念经呢是靠菩萨给你点智慧，但是如果你戒不掉，你就算念了经了，菩萨也没有办法给你智慧的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听懂了。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想不通一件事情，念很多遍心经，只是当时帮我们开智慧而已，是吧？对，你当时不一定开得通的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很多人念了心经之后想起来，哎，我听听卢台长白话佛法吧，一听实际上就是菩萨叫他给他开智慧，就让他多听听师父的白话佛法。那么因为念经的话不是直接能够让你马上想通的，是让你通过一个关系，就像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，帮我们找到个好医生帮我们看病，把病就看好了一样啊。